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时局精解》，我是段荣。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的第六局。那么在前五局呢，白棋赢了四盘，黑棋呢只赢了一盘。我们看看第六局的结果会怎么样。好，我们下面进入到棋谱。星位。看来阿尔法执黑的时候还是挺喜欢下星位的。二连星。白棋是对象小目。高挂之后脱退的定式出现在这个阿尔法够自战对局里面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总是粘上。我们前五盘没有看到过黑棋虎的时候，它总是选择接上。之后挂这个角，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布局，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布局。人类呢，人类的棋谱里面这么下的也算比较常见。还有一种类型的下法呢，就是黑的挂，白棋再脱退再跳，黑棋拆，白棋分脱这一步。挂这个呢更注重实地一些。飞，这也是阿尔法Go这个比较标志性的下法，很喜欢飞这个。他不喜欢被黑棋飞压，如果白棋在这一带加工的话，可能他不愿意被黑棋飞压过来，先飞，看你怎么补。这地方无论怎么补，他总还是有打入，有弱点。黑棋走的是大飞，白棋好，现在再进入，把这边头扬起来再打进去。黑的跳棋，这三个子相对来说弱一些，跳一个加强，这也是很正常的一步棋。白棋当然要跳出来，如果这地方被黑的飞照过来的话，白棋就会比较苦了，这个子比较苦。跳一步，这是堂堂正正的一手。下一步呢？下一步黑棋做出的选择是把这个逼住。那么普通的想法可能跳出来也算正常，比如说黑棋往外跳，分段白棋，强调将来有可能进攻这两个子。不过这样下呢，不知道会不会担心有落空的嫌疑啊？白棋比方说先把这边守住，真正要攻这两个子的时候，白棋这边脱退，然后一飞，轻松就可以做出眼位来。所以跳这个有可能走，毕竟走了一步没有实质性目数的棋，如果攻不到这两个子的话，这步棋有落空的嫌疑。那么黑棋选择的是紧紧的把这个逼住，给白棋这两个子施加压力。那么白的这一照，这是很漂亮的一手，白棋整体就差不多连上了，而且下一步呢它有后续手段，如果被白棋点进来的话，黑棋会相当麻烦。如果你往上压呢，白棋就爬过，整块都没活，挡当然白棋就随意了，横顶或者是贴上来这都可以。这一点非常严厉，这被点到这儿的话，黑棋不太好办啊，缺乏合适的运手。那么如果要补的话也是比较难受的，我不知道补在哪里。这一带补感觉是感觉效率应该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说拖，比方说这样的下法呢，
又伤到那边，影响到那边那块漆的眼位，而且帮白漆越走越厚，可能也是黑漆不太愿意的，所以补起来比较难受。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阿尔法狗是怎么来处理这个稍微有点为难的局面。他走在这个地方，在这儿掉一下，这步棋应该说不太容易想到走这个，反过来瞄着白棋一些弱点啊，比如说在这里靠断之类的，这 瞄着这一类的手段。那么白的当然不可能去单关补这个毛病啊，如果白棋这么走，当然白棋不会这么走，我们就摆个示意图吧。白棋这么走等于帮黑棋就把毛病给补了，帮黑棋把下边的毛病补上了，白棋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弱点，那黑棋外边多一个子，外边走了一个子，里边的毛病也补上了，这个毫无疑问应该说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比单纯的在里边补一子肯定要强。走在这儿，而你如果不来帮我补毛病的话，我下一步黑棋可能瞄着要靠断白棋，比方说黑的就这么来，把白的包进去隔断了，这个白棋这两个子还要去做活，黑的已经自己自身的棋形全部走好了，而且将来还有可能再对这块有所威胁。他从外边反制一下，这也是很有味道的一步棋白棋不走呢不舒服，走呢当然不能这样去帮黑棋补，所以白棋选择了直接进攻。白棋说，你这步棋走在外面没补上，我还是要点你，但多了这个子帮忙呢，黑棋是非点非点也是好棋，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如果贴被白棋爬过去没有根了，这块棋没有根了，挡显然无力，非点一下，白的如果挡外边的话，黑棋挡下去多了这个子，你不管横顶也好冲也好，这个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防了你出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点就损进去了，这一人损一个，相比之下呢，白棋这个子基本上送死了，还是白棋亏损的更大一些，所以白棋不愿意打，那么爬过，黑的又一飞，这个棋形非常漂亮啊！黑棋子哗哗哗哗几个小飞，这感觉黑棋下的，就棋形来说啊，也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那么白棋各种冲断都不行啊，当然冲的话被黑棋一冲，然后打过去显然不行。这个冲断呢，被黑棋这样断打，哪怕简单的包一下再吃掉这个白的也不好，所以黑的这个处理的还是应该说相当的轻妙啊。那么好，黑棋这几个把自己连上，下一步他还要打算来脚上这一带进攻白棋，白棋靠断，这时候黑棋要硬冲的没什么意义，被白棋一断，黑棋缺乏后续手段，所以活脚。像这样的子呢都很轻，白棋要想吃就让他吃，黑的无所谓的，尝这个活脚，白棋接住。如果白棋要挡的话，黑棋就从这里冲过来，白的不能再断，再断被黑棋这样打吃，就跑的话被就拐下来，白的损失太大。不断的被黑棋粘上，这边还有弱点，
所以黑棋一冲基本是联络了。那么白棋下的也非常厚，接住黑的爬豁角，豁了角之后呢，这还要冲断白棋，白棋需要补。那么白的这时候是先搬粘，这个时候搬粘呢有是黑棋硬手的味道，黑棋如果是立这个的话，那么白棋顶一个是先手，顶先手，这样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白棋就可以脱先了。那么黑棋实战是小尖在这里，小尖在这里强调这个冲断的严厉性，这个被冲过来不得了，所以白棋补一个，补得非常的厚。白的补了之后呢，角上黑棋还存在一点问题，将来白棋搬，黑的得立，白棋点在这里，黑棋活棋的要点是夹，白棋打吃，局部呢是一个打劫活。当然黑棋也有可能利用挡这个的先手，这里要吃一个丈骨牛，挡这个先手的话，如果这边有一点援兵的话呢，黑棋可能跳出去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跳不出去的，就说局部留下一个打劫活。所以白棋搬粘呢，先看黑棋怎么走，黑棋这样抢先手，那么局部没活干净，黑的要想活干净呢，白棋就能得到先手，白的贴非常的厚。对对对，黑棋呢下得很灵活啊，这里先活一块，当然是没活进啊，这脚上活一块，外边又走了几个子，有一点势，然后刺一下，白棋补了这个黑棋刺一下，不管白棋粘也好或者走其他也好，粘的话黑棋就当先手便宜了，走其他的呢白棋是压的，黑棋在这留下一些味道，留下一点冲断之类的借用一点味道，也脱先了。这个子白棋要再去搬，黑的死了也无所谓。下一步拆二，拆二这步棋充分考虑到了白棋的后势，白的这个太厚，如果你要想贪心一点守在这一带的话呢，将来白棋哪怕深深的打入，黑的也不好办，这几个子太靠近后势，需要加强。拆二是本手，黑棋拆二，白棋呢挂角。这时候阿尔法围棋选择了比较普通的挂角，他没有去点三三。挂，黑棋飞。这二路飞也是在这边有黑棋子的时候一个常见的下法，如果现在你还这么走呢，效率太低了，这角还被白棋点掉，黑棋实地上损失不少，所以黑棋希望连角带边把这个空都拿住，如果白棋挡的话，黑棋还可能更积极的加攻过来，连角带边甚至这边他全都要。白的呢尖冲，白棋觉得这里如果让黑棋都围住啊，比方说走个简单一点的话，也不知道走哪里，走哪都有弱点，走这一带的话黑棋逼过来白棋也走不好，走这一带的话有打入，白棋尖冲，黑的贴一下，白棋跳，不让黑棋在这高效率的围空，黑的呢小尖，步子非常的扎实，如果飞的话呢，将来白棋在脚上可能会有一些借用，尖在这儿你不好来了，而且白棋同样也连不上，白的如果这么来，黑棋肯定是要靠断了，这白棋连不上的话，可能反倒会左右两边互相伤害，
还不如走得远一点。白棋是飞在这里，这挺也挺有意思。那么黑棋当然要分段它，飞分段，然后白棋再逼住，限制黑棋。如果你挡，那么把你白棋就把你限制在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白的这些子也很轻灵啊，他可能挂一挂之类的。黑棋在将来再走出来，那会很慢啊，追有点追不着白棋的感觉。白棋这都很轻，随便走一走就可以。黑的也攻不着白棋是，攻不到白棋什么，这地方的收获也有限。虽然吃掉一个子，但是我们黑棋这棋形还是略有点，怎么说，略有重复的感觉。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子拿掉的话，黑的在这儿一个大飞脚在这儿拼命的走，走了好几步，略有重复的感觉。所以这个白棋走这个限制黑棋，而你要是不走的话，白的直接就冲上来了，这白棋就彻底走后。那么黑棋挡一个不太肯，不走也不行。这时候呢，黑棋靠出去，紧凑。这一靠是很紧凑的反击手段。白棋如果退，那么黑的就顶上。这样下呢，比或者甚至再压啊，这样下的话比直接挡这个就紧凑多了。一步棋把白棋分段，下一步逼过来或者这一带照过来，这个对白棋的压力就很大了。白的呢是很顶。普通的感觉呢，黑棋要冲断，冲的话白棋应该必然是断吧。这时候黑的如果往下冲呢，这地方留着反冲的问题，白棋先退，这地方留着反冲的问题。如果走这个呢，将来白棋这里拉回来，黑棋可能还得补一步，这样黑棋也觉得怪怪的。这个棋形本来已经很好了，你往这儿摆一个，又往这儿摆一个，至少没必要在这花费两步棋。所以黑棋也有它不舒服的地方。冲过来的话，白棋就断。这时候黑棋靠。又选择从这个地方杀出来，这招法相当的犀利啊。那么白的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再冲回来，你这不太好意思断了，这被靠一下，被白棋被靠成鱼形，这个心情非常之难受。将来让你冲我再立，就算你连回去走成一个刀把舞，这个形状太难受了。而你如果冲这个的话，黑棋就往下冲，这白棋这两个子被割了，也是很难忍受，无法忍受的啊！冲下来被黑棋扳死，靠一下。而如果白棋挡住的话，就我猜测黑棋的意图的话，黑棋应该是想这样顶，再断打。然后把这个冲下去，也许会这样，或者呢，能不能考虑粘，就让你挡，然后你走这边的时候，黑的有没有强杀的可能性呢？总之，黑棋要断开白棋，他认为这样断比冲断有利。而白棋下的呢比较灵活，它没有挡这个，而是挡到下边来，挡到下边来。
他觉得你冲过来，我就比如说虎一虎，再虎一虎，这个形状摆得挺舒服的。下一步跳过来进攻黑棋，黑棋受不了，那得在这走。白棋这挡下来以后，下边眼型已经比较丰富了。这块呢，它有挡啊，外边还有扳啊。黑棋拿这两个子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白棋已经先处理好一块了。所以白的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灵活的啊。一般我们想到挡长怎么样，它哎脱线了。就让你冲，这个子它很轻，无所谓。这边你也拿不住它，那黑棋也没有往这冲，而是挖。看来黑棋觉得这个头被白棋虎了，它受不了，所以它挖。粘上，那白棋再粘上，黑棋还是稳定，啊，那就等于是这几个交换了一下。白的挡下来之后，跟这几步棋交换了一下，反正看上去白棋没有不好的道理啊。这几个交换，黑的还是很顶。当然白棋这里留下一个断点，所以呢，白棋现在立。黑的如果不顶这个就断的话呢，感觉不见得大。而且也没吃干净，白棋打下来还可以再立吧。黑的如果拐的话呢，这里白得滚包，再一爬已经活了。外边呢白棋很轻，黑要吃这三个白的也无所谓，只要这俩是活的就行。如果你这么吃呢，白棋顺势加下来棋子，黑棋脚受到的伤害非常大。黑的顶，白棋还是没有去冲这个，冲的话黑棋断打，应该是再冲下来吧。这样，白棋觉得这地方没有必要跟黑棋正面交锋，而是立，把这两个子先救回来。下一步在这一带呢可以做眼，而且在这边的话，就哪怕简单的拐一拐，再压一压，黑棋这棋形已经非常难受了，得扳长，将来被夹进来眼位都还有点问题。所以黑棋飞一个护住这块的眼型，同时对白棋这块也有压力。白棋要冲的话，这刚好断打完这一带连上，白棋被封进去了。好，拐一下，然后跳。黑棋靠往顶这个猛烈的进攻。白棋呢不跟他正面交锋，就分头做活了。哎，这边你要出来啊，要分段我无所谓，只要我两块活了就行。这是一种很灵活的态度。刺，黑棋要先手便宜一下，限制白棋的眼位。白棋反刺，反刺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如果白的粘上黑棋跳下来，那么我们跟后面比较一下就知道，白棋现在反刺，你如果断，那白棋活到脚上去，这几个子它轻了就弃了，而且黑棋还吃的不是很干净。那么如果你冲了，它就扳过这个，下一手黑棋也很为难，不知道该走哪里，这个，所以黑棋挡住是正常，挡住，那白棋再接回来，
这个挡依然很大，一挡白棋就快活了，所以呢黑棋还是要跳，走在这儿呢还给白棋留下扳的眼位，跳依然是要点，白的这儿没眼，但是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尖刺，你如果直接粘上黑棋一跳，白棋等于提前刺到一下，便宜了几目棋，所以这一刺很机敏，非常的机敏。黑棋跳进攻，白的呢靠，黑棋冲，白棋拐吃，先靠再拐吃，这是一个很好的次序。黑的不可能在这走，在这浪费一手棋肯定不值得，而且这个冲过来很着急，那么黑的当然要接上，之后白棋再断，这一段呢这产生一段，这个段就把这子吃掉了，那白棋就活了，所以黑棋得补，白棋打吃。靠断的好处呢是走到了断和打吃这两个先手，有了这两个先手，白棋这块就当它是先手处理好了啊。如果没有这两个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白棋如果敢随便乱脱先的话，那被黑棋照过来，恐怕这块棋凶多吉少。但他这个次序也下得很好，先靠，这时候你只能冲，他再拐，你当然只能接上，这个绝对不能被白棋现在冲过来，那么你没法断了，断刚好被提掉而不是粘上了，接住，然后这断也是命令，这个太厉害了，只有补，再一打，好了，白棋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手，能够挂到这个，如果在这边要落了后手补一手的话，被黑棋逼过来，这个差别太大，挂到白棋就是活棋，而且差不多有十目棋，被逼过来的话白的就是孤棋。好，那么从这一代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阿尔法围棋它对棋形的掌握是非常的到位的啊，什么地方能就是棋形先便宜一下，先手利用一下，或者什么地方能利用对方的弱点来抢先手啊，对于棋形的把握是非常的到位，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下面我们继续看实战。白棋挂角，黑的尝一下，白的粘，顶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没有选择挖啊，如果挖粘的话呢，跟这个单长究竟哪个好，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黑棋选择的是单长，让白棋粘上，然后先手尖顶一下，白棋这时候重视实地往下立，如果往上长的话，可能将来被黑棋扳粘的时候，实地上亏损一些。往下立，反正这个局面黑棋虎过来也没有太大意义的，这边黑棋围不了什么大，所以呢，白棋选择了下立，黑棋是挡这个，挡这个也是蛮大的。跟白棋挡过来相比的话呢，相差还是不少，而且挡过来不止这里目数巨大，将来白棋冲，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跟这块的厚薄都还有一点关系，白的提掉，将来白棋提掉一子的话，这地方白棋挡住之后，黑棋还有点弱点，
白棋能打劫断开它，白的能打劫断开这一个这一串黑棋，所以这个挡，一是目数很大，二来呢跟厚薄还有关。黑的挡住，白棋拐，下的非常扎实，拐一个，一是这边棋形厚了，眼位充足。二来呢，实际上黑棋这个角已经守不住了，上边的价值呢并不是很大。你如果这种走过来，黑棋就虎一虎，也许就尝一尝。白棋在上边也得不了多少空啊，将来被挡了的话，这块眼形还受到影响。那得也许搬过来也行。非常扎实的拐，黑棋肯定没法挡。挡背一点，这脚还是白棋的。走这儿呢，白棋拐一个先手便宜了，再走过来，这白的比较愉快。所以黑棋拆，他预见到你下一步肯定是飞进去的，所以拆在这个地方立二拆三，这棋形比较好。好，那么黑棋拆到这儿。之后呢，白棋没有马上飞这个，白棋这搬了一下，黑的立。我们刚才分析过了，这个局部呢是一个打劫杀，局部是一个打劫杀。本身打劫杀这块呢，在现在这个局面不见得大，就飞这一类的棋也很大，所以白棋还是先抢这个。然后立，黑棋正面进攻啊！就刚才摆变化图的时候，就这里有一颗黑子，刚才摆变化图的时候拿掉。冲一下，虎。黑的如果往这边拦断，那白棋就往中府进入。黑的本身这样的棋呢是单关，他也不太情愿下，不太愿意走这种单关去进攻。正面被白棋走出去了，所以黑棋压。黑的先黑的还没有在这边，暂时没有在这边做出选择，而是把上边大的地方先占，逼住，上边多多少少黑棋能增加一些实地。之后呢，白的稳健连回，再贴。黑棋希望扩张这一块，这压住之后呢，本身它搬一个很愉快，搬一个这里有断点，你还得补，不管补哪，你得补一个。黑棋这一带厚了的话，隐隐约约这里有潜力，将来在这边冲断之类的，可能还有残留一些余味。白的呢下得非常扎实，顶在这儿，把这块彻底连厚了。同时呢，他强调你不能随便搬，你搬的话，我这个是先手的，搬这个。如果白棋这个是先手的话，黑棋搬就等于是落于后手，那就没什么价值。
紧了气之后，白棋要搬进来，打吃，再打，甚至一气就可以把黑棋给吃死。挡的话可以点死，所以这个滚包非常厉害。顶一个本身木数有一点价值，同时呢也非常厚，下的非常厚实。那白棋走后了啊，这一旦什么跳点完了靠出来，或者哪怕就这么简单的尖一个黑棋就不好联络，挡的话顶半，很显然可以断开黑棋，所以呢黑的也补一手。捂住，刺一下，黑的粘了，当然白棋就先手便宜了。黑棋压，白的正，现在白棋的首要任务呢是把黑棋上边这一带限制一下，最好能把它限制在一定的目数之内，并且白棋如果能抢到一个先手，这个有可能来跟黑棋打劫。如果不走上边，被黑棋这一带围过来呢，还是非常可观的。这黑的冲，白棋这么厚的地方，黑棋还要来骚扰一下，白棋反冲过来，黑棋冲过去挡住，断，这里要断吃，所以白棋记住。局部呢，暂时看不到黑棋有什么手段啊。那打吃呢，显然被跑。下边即使什么打了跑过去，这两个字被先手提掉，那黑棋也没什么好处。拐的话，白棋就贴下来，简单贴下去。这一竖到底都是吃两个也是先手，黑棋要逃的话。竖到底都是这一吃就吃掉，所以局部黑的逃是也逃不掉。但是呢，黑棋最起码这打了挡，这里能增加几目棋，或者是其他还有一些这一带隐隐约约有一些先手味道，在这一带有一些先手味道，留下一些借用。分段白棋，这个时候白棋从这边联络那不好连，如果你走这个的话，黑的就扳断，这个不能被冲下去，那黑的就简单跳一跳，长一长，白的搞不好整块都要被杀进去了。所以白棋往这边飞，黑的如果这么冲断呢，这个恐怕不太对劲，这个有点凑白棋走棋的嫌疑。白棋再来，那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找刚才的，简单看一下，上边黑棋还得补，这要压死，所以这个白子很轻，你去进攻这个白子，显然是目标没有找对，还给自己制造麻烦。那黑棋是虎，先把自己棋形走走好，下一步虎下来也很舒服。白的连，黑棋飞这个。这要是被白的走过来的话呢，
黑棋也感觉这有几段啊，欠着一些毛病，所以黑棋把这个补上。打一下，再搬，白棋基本上搬到这个以后呢，中腹是走好了，黑棋冲，这时候白棋要去冲断黑棋是没有意义的，白棋不是要冲断去进攻黑棋，攻也攻不着，还给自己留下毛病，这有一冲。然后呢，给自己的留下一些毛病，目数亏损了之后，对黑棋也没什么影响。所以呢，白棋简单长一个，然后连回来，长完之后连回来。那么基本上白棋算是成功的把黑棋中腹的潜力消掉了。跳点一下要冲这个，白棋先冲，先冲是很好的次序啊。如果白的就挡，那么黑棋就先手便宜一下，等于这三颗子已经连回去了。而白棋现在冲你一下，如果你退，我再挡，这将来还留着冲断。这一冲还能吃三个，也就是黑的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就不一定挡在这里了，他可能进一步的什么有挖之类的话，黑棋很可能在这里落后手。黑的索性不走了，再走有可能落后手，不走了，接一下住力，白棋尖这个，这地方我们刚才分析过了，白棋不走也没什么大事儿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白棋觉得脚上让你来，我也不怕，这地方不走，可能他还是有点担心黑棋会不会。有这样的手段啊，打了直接粘上。你如果断吃的话，黑棋直接长出去。走这个的话，黑棋粘上，这边要冲，这边要断。白棋还是有所担心。补一手，白棋想脚上让你动手，我也不怕。那么黑棋点进去，局部白棋要想进活呢，得团这个。这样白棋进活是可以的，但是目数就损失比较大了，这有扑了打吃啊，吃接不归，所以黑的要接一手，白的只能活在这里，目数损失很大，白棋不肯。所以白棋是跳下来啊，跳下来的话，脚上黑棋挤了扳，然后弯这个，脚上形成一个打结。白棋判断这棋，他白棋很厚，他自己很厚，不怕打结。这样的话，黑棋等于挡这个先手。白的如果打吃的话，黑的也是这样打，是一个劫，等于脚上黑棋是打劫活，同时呢也打劫杀白棋。推一下，挡，扑，好，形成一个劫针。然后搬下来，
这个不能被粘上，班是绝对的劫材。提挖，这里当然不能被冲出来啊。普通的想法呢是挡上，而黑棋的下法呢更高明一些，他把这个也藏出来了，他把这个藏出来，他藏呢等于也把这个口给封上了，但是顺带就把这两颗子救出来，那么将来在这打吃，残留一些手段，毫无疑问比挡在这里，藏在这儿价值就更大了。白棋呢提回去，断，这地方挡完跳啊，要挡完跳，白棋靠的话，黑棋加，跟这块杀气，白棋是有问题的，所以呢，白棋吃这个。断同时也考验一下白棋啊，白的如果挡的话，黑棋这边可能还有劫材，走这个的话，将来这个挡的价值变大了，走这个是劫材最少的一种应法。提养，白棋在这冲也没有意义，反正是出不来，所以还不如上边压一下，让黑棋吃回去，那么等于这两个交换，黑棋已经便宜一些了。结针。提回来，接上，这不能被粘，这一粘这个断和这冲两个白棋都受不了。而这时候白的如果立的话，如果立局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立的，立的当然黑棋不能粘了，粘被挡，黑的没有气了。如果搬这个被冲，黑棋也不行，但是立的话，白棋应该是担心劫材问题，白棋可能劫就打不过了，黑棋在这儿产生一堆的劫材，所以白棋非常稳重的吃在这儿。那么目数上来说，黑棋这里留有搬过，目数上白棋显然是就亏损一些。黑的提，白棋打吃，提接，打吃，提，提这个。如果黑棋再硬呢，白棋断啊，什么长都是劫材。黑的这个时候呢，搬一下，白的弯，上边要吃，这要拐下来，黑棋挡住，白棋提回来。好，黑的这个时候看到已经有所收获，而且接下来要再找劫材呢也不是很好找，所以黑棋吃，见好就收，把这个吃，黑的在这儿有所收获。那么白棋的话，白棋是顺着正常的思路想，应该是提这个啊，把这个劫消掉。但是现在白棋如果提这个的话呢，黑棋挡一个巨大，将来可以加打，白棋脚上的目数全没了，所以白的现在并没有提这个消劫，这里已经亏损了一些目数，他要把这个巨大的拐把这目数给夺回来，也就是说这劫针依然还是没有解决，黑的还可以再提回去。那么白棋搬，
一起断。黑的如果在这再走，那劫看来也是打不过了，而且黑棋还变得有点薄，黑棋是反断，白棋踢，黑的打吃，白的这时候再消劫，白棋利用这里有劫材，他抢了一手这个巨大的拐，这个官子价值非常大。那么白棋把劫消掉，黑棋呢是挡住，白的粘，黑棋吃掉。好，那么劫争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啊。劫争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下面呢就进入这个官子阶段。下面进入官子阶段，白棋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方的目数的争夺都是非常的紧凑。白棋这里不消劫，而是拐这个。对目数的争夺是很激烈的。黑棋点进来的时候可以不进，可以白棋可以进活的，但是呢由于目数亏损，他就选择了打劫。铺完了之后，白棋将来的空里要补一手，飞，下一步跳是先手，所以白的必须得挡。那么黑棋再顶的话就是后手，所以黑棋也不走，飞一个就，可以看成一种先手便宜。飞了一下，现在呢看黑棋怎么收官。黑的顶这个也是有相当价值的，如果黑棋顶的话也有相当价值，不过呢朱府也欠冲断，白的一冲，黑的挡的话白棋一断，黑棋这两个子要死，也就是说黑的不敢挡，那么中府就冲过来也是有一定价值的。还有这样，好，黑棋走的是弯，弯这里，这还瞄着要断白棋，同时呢补了这个冲断的毛病，白棋把这个夹死，这夹一下黑的如果跟着走，白棋这夹一下又先手便宜，所以这地方挺有意思，黑的也不能再走了，黑棋把这个顶住，那白棋先手爬一下得到两目棋，搬黑的断，白棋一战黑棋棋不够，所以黑的只能吃，再冲挡住顶，被这一冲呢先手眼位就冲掉，所以黑棋得粘上，白棋虎把这个子吃下来，白的也增加了1、2、3、4、5、6六目棋，同时呢破了黑棋这里，破了黑棋的1、2、3、4到5目。不过呢黑棋这二路搬一下很舒服啊，这有双打吃，白棋只能团。
尝一下是鲜熟，尝一下鲜熟。白棋接住，搬一下，白的吃。爬，在现在小关子阶段，这个爬也是蛮大的，要不白棋先手打。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明一下啊，本来我们刚才说过局部是有打劫活的问题，但是现在这边都有黑子了，黑棋这一挡，这要吃丈骨牛啊，这边局部黑棋弯这个就度过了。啊，白棋如果先打吃一下的话呢，黑棋一路打吃也可以度过，所以这块死活是没有问题的。黑棋在吃掉这颗子的时候，顺带就把这块棋给做成进活了。黑棋爬这个，爬这个也是价值比较大的，在现在来讲是一个逆收官子啊。那么这里还有靠断的问题，白棋跳一手，黑的叫吃，坚定，跳，粘上，下一步要冲，冲掉也有六目棋，所以黑棋得补一手。黑棋补一手之后呢，白棋打吃一下，接上，把这个顶住。这个顶住也价值在四目以上，四目以上的话，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关子啊。黑的呢，顶这个。顶这个，这里围出三目棋来，这里多一个子呢，也差不多有一目棋的价值，所以也有差不多四目，至少将近四目。白棋拐，黑棋这顶一下，这地方呢，黑棋有这个手段，双打吃，所以是白棋需要硬，提掉。团在这儿呢，可能被黑棋挖，白棋也不便宜。黑棋先手顶一下，之后打吃，粘上，爬。这一爬比较奇怪，这样的棋出现的时候，通常可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黑棋要输了，因为这我们刚才说了，这地方黑棋是可以度过进活的，但是你爬完之后，白棋这一点黑棋变成打劫了，黑棋把进活走成打劫，应该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打吃，然后接住。好，这棋当白棋接住的时候呢，黑棋是投子认输了，目数呢黑棋稍差。好，那么这盘棋过程相当精彩，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